鸡，给你买单了啦！啊，我家姑奶那么过好几把了嘛？这你怎么来了？哦，你快说说这种东西相似，我家还多几多啊？家伙，要多多那么突然，我领导了嘛，哥你，要领导姐带给马里马夏天嘛，带给马里摩可不准买单啊！你这么多，这个买单就多是？买单要加要到多啦，要姑奶带多些，姑奶老了姑奶打电话照顾了。我还要姑奶带木了，是哪这么多？呀了嘛，姑里姐，哥你心情。哥你带不到那么突然，不要对那嫂子这般，但是哥都只抱怨安慰哥的家呢。哥你啊，只差读书啊，不要店里要么弄要了，要么弄多，再给你带么来啦。哥都录制在当天，也该差起啊呢。这么着，这么认真，你这不还没看过的去报价？弄就贴纸报，哎你带，你要干免了免是呢？哎呦我的妈！要干单喽，都要做啦。哥你啊，只要干单免了，给你做姐姐呢。嗯。报价突然弄来个。怎么的叫个你啊对啊对啊我把你说路出天明了啦你要手脚扣上哎不要跟他有给我啦那个家呢哇要对哦女儿要手脚公的几个是的呀几个猛虎弄当多古代拿老老年要干嘛个子第二公的这里那么烂才古代有给我是的啊哦主要你告诉嘛跟你个什么拿古事事我把你说那么哦鸡也接弄给你要了米了中国可是拿古事不能够啊家今朝干了这还是哪天呢？今朝还别说那工厂里说谁男人，工厂里说他厉害，工厂里说哪里超天明呢？说那姑娘还得讲多多是瘦姑娘。啊，哥你，今朝俺娘还得包蛋，陈阳包说包干。啊，不对，包你说的是没有，姑嫂顶着几口的没姑嫂呢，家里头人是没有骗。要的，你说这是上等的爹。所以说你弄多没工帮你二工，帮你没最后帮你三，都够你的骗。嘿，大姐，运气都靠你给了。喂你听到了嗯看看地方有人懂了你爹的看不到二年戏你顶着介绍都能够我早点看个身道温泉州啊地方温暖地址和安道我有亲地牢啊你亲的地牢只能到半年半年要有老保呀只能到你爹半年一生一生够有个那个肉个脚肉有个只能个肉个抓得了脚肉那人那样我还当茶水你烧成了你就安静可知安抚我上票你错可对啊那不一样那只能个的样你错我请假是错啊的啊那不我马上就被酒凶了马上就要同事在我头包了到底要吃吃豆腐